快乐小社会，幼儿园里快乐多。老师早，米卡、莉莉，早上好。这是我们班的新同学果果。你们能带果果去教室吗？好。果果你好，我叫米卡。果果，我叫莉莉，我们走吧。果果，这就是我们班教室了。看，这是我们的手工区，我最喜欢做手工啦。这是建筑区，我们在这里用积木盖大房子。这是图书区，有好多故事书呢。还有植物园，瞧，我种的豆子发芽了。哇！小朋友，做手工的时间到了，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小鸡的头饰哦。我们先来学画小鸡。你怎么了？我不会画小鸡。我来教你吧。画两个圆，再画一个尖尖嘴巴。我明白了，谢谢。大家画的都很棒。小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戴上小鸡的头饰，好，去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吧。果果在幼儿园里度过了快乐的一天，放学了。果果，今天在幼儿园开心吗？爸爸，今天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，我们还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。幼儿园里真好玩，明天我还要来上幼儿园。好，好。小伙伴们在一起，天天玩得真